命大，怎么了？大惊小叫的。朱老师，我是大命啊，不重要，什么事儿？我女朋友的钱掉河里了，让我赶紧去呢。啊，女朋友的钱我也想去捡啊，这是啊。什么钱？前任呢？嗯，那赶紧去救人呢。不是啊，我女朋友的意思是说呢，让我赶紧带瓶香槟去，好好庆祝一下。十三，嫁给我。哎呦，不行，这样太唐突了。十三，我求求你嫁给我。哎呦，这样也不行，这求求你显得我也太不男人了。这快回来了吧？哎呦，哎呦，真是的，姐，你太严肃了。好久没来了。哎，回来了，我这劲先放蛋糕里。Surprise！ 老蔡咋了？不知道啊。十三不是做头型去了吗？怎么跟山冠潮一起回来的呢？一惊一乍的，想你了。来，老师，帮我把东西放我卧室就行了啊。好嘞。哎，你不说你做头型去了吗？我是去做头型了呀，然后我还买了一大堆东西，太沉了，正好我碰上老善了，老善说帮我拎回来，你说多巧。啊，我明白了。你呢就这么巧出去做个头型，就正好遇到了老善。对呀，老善就特别好心的帮你把东西拿回来，而且还轻车熟路的给你放到了卧室，是啊，对不对？我信了啊，我信了。哎，老师，哎，你洗手间下水道又堵了。哎，那不一直都那样吗？我又给你捅开了。啊，谢谢你。行了，差不多我先撤了啊。啊，好。哟，老蔡，改天咱们一起吃个饭啊。今天这不太合适，就先撤了啊。哎，别，走啥呀？人来都来了，留这儿呗，不合适吧？没啥不合适，老同学见面了，那不得有很多话要说吗？不太好。有啥不太好的？老婆孩子又不着急等你回家，留这儿吧。老善，来都来了，坐会儿呗。那也行。哎，给我挂起来。好嘞。哎呀，哎，老蔡，你说，咱们仨这种关系，我这不觉得尴尬？没想到你。不尴尬，尴尬啥呀？我是那种小心眼的人嘛，是不是？我上大学的时候，人就说我这个心胸啊，像大海一样宽阔，是不是？倩儿，来，准备点花生米，准备点毛豆，再准备点毛客，整两瓶酒，我和老夏喝两盅啊。好嘞。哎，老师，那花生别忘了，起瓶儿。毛豆记得多加点盐。还有那酒呢？哎，肯定是白酒，放心吧。了解我，必须的。倩儿啊，过来。怎么了？那个。我这儿刚给你办了一张10万块钱的 VIP 美容卡啊，没事去消费消费去。哎呀，美啥容啊，办啥卡呀，你本来就很美。你上大学的时候啊就一直用自然堂水光面膜，多水灵啊。水灵还是你懂我。必须的。走，走开。哎呀，你说我这个人就是念旧啊，一下旧时光的感觉都回来了。呀，老蔡，你站那干啥呀？别客气，快坐，整得跟歪人似的。谁客气了？啊，我客气啥呀？真有意思。哎，你说那个时候在大学的时候，我俩谈的时候，你天天跟个电灯泡似的。现在我变成电灯泡了。一提学校的事儿，我就想起来。哎，前几天老同学聚会。你咋没来呢？那我不派我们家史四去了吗？再说我现在升职了，工作忙，前两天领导派我出差了，去不了。他喝的老高兴了，咔就把我搂怀里，就跟我，就灌我，跟我说，这以前的日子啊，就是好，现在咋过得那么苦，咋那么累？旧时光一去不复返了，嘎嘣，醉倒了。然后呢？我没醉呀、啊，我没醉呀、啊，我送他回的家呀，是不是？他是坏了吗？哎呀，聊得这么开心、啊！哎呀，老开心了。老蔡，你怎么做菜了呢？我不想着你做头型累吗？回来给你做两个小时。行了，有这种活别干了啊！就是大老爷们做啥菜？来，倒水，得必须得喝点。今天我跟你说，太开心了，你说能遇到多巧啊！哎呀，我倒这么多干嘛呀？你上次有多少酒，你自己心里没数、啊。就是上回我没喝高兴、啊。就是。等会儿，我酒杯呢？能喝酒吗？你这要酒杯。
就是你啥时候喝过酒啊？你刚才跟我说你要跟我喝酒，我一拘灵。就是你这种不会喝酒的人，根本就不懂我们喝酒人的世界。两只小蜜蜂啊，飞到花丛中啊，飞呀。哎，咋了？干啥呀？咱回忆回忆过去啊，翻看翻看旧回忆，好不好？找点乐呵啊！来，老相册，看着啊，上官桥，这个是我和史策去埃菲尔铁塔照的，那家伙老幸福了。还有这张啊，这是我们去英国照的，老开心了。还有这张去爱琴海，那家伙拍老了写真了，哎呀，漂亮。这照片你还留着呢？这不是管月跟她老公，还有你跟我，咱们四个一起出去玩那次拍的吗？这是我给你俩拍的吧？对呀。不对。看那时候，哎，不对，这张照片史算你不告诉我是小红拍的吗？你瞅你那小记性，当时我在学校的时候外号叫小红，你不叫小绿吗？就是你拍这个人。这是一个笑话，这是饿了吧？来，快吃东西。是。哎呀，花生剥皮了。对呀，黄豆。咸度正好，那必须的。来吃鸡蛋，老规矩。哎，你吃蛋黄，我吃蛋清。对了，弟弟。哎呀，哎，蛋糕，你吃。还有蛋糕呢。那可不咋。快点给我来点。经常来，以后经常来，知道吧？好，知道了。太开心，你这爹能遇到，真是太巧了。哎，你也吃。我吃，你不用管。吃，我给你弄。我给你弄。你得吃个草莓啥的。哎呀。出差呀、啊！我出差，巴不得我走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巴不得？是不是巴不得我走？不是，你干啥呀？我干什么？我热。哎呀！哎呀！怎么了？啊！硌着牙了。硌哪儿啊？这啥东西呀？啥呀？啊！切！说不上爱，别说谎，就一定是爱。上官桥，就当作我太麻烦，不停让自己受伤。我告诉我，你干啥呀？我都说了，咱俩翻篇了，你还整这种事干嘛呀？我现在跟蔡佩驰在一起很幸福，你要这样搅和我生活的话，我只能送你一个字了，走。不是我呀，是我。我本来要买这个戒指，今天晚上想给你一个 surprise， 我还想着今天晚上借着这个机会，我说不上爱，别说谎，就一定是爱，说不上恨，别纠缠，我愿意。哎呀，太感人了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喜剧吧。老蔡，你说老史对你这么好，你还吃醋？你还吃我的醋？你说你吃我醋干啥？小心眼毛病一点都没变。老三呐，谁知道你是这样的大好人，都误会你了啊！我告诉你，大老爷们不能老计较这些事情。我就从来不给我媳妇计较这件事情。哎呀，来电话，说谁来谁，我媳妇儿。喂，阿莹啊，啊，你跟谁在一块吃饭呢？什么？张海宇。就青岛那个呗，你前任我知道，你看我不介意吗？哎，那蒋毅、金靖你们都在一起了吧？什么？就你俩？单独不行，单独绝对不行，不行！你赶紧给我回家，你家门在哪儿呢？